我。好了，谁还说我家孩子乖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一个在日本10年的小伙。今天这是我们的晚饭。先不介绍了吧，那可以讲。哎，我问一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那就饺子。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饭吧。这个是刚才老表送过来的饺子，饺子煎饺。饺子。特别小，特别袖珍，特别可爱，跟烧麦一样的饺子。看看饺子就这么大，跟烧麦一样。这个是我老婆做的，日本风回锅肉，类似就是反正就是包菜炒肉吧。然后这个切的是那个，番茄。这个是昨天煮的南瓜。南瓜。然后这个是，就是那个自己买的那料，有点辣的那个料，有点辣的料，然后放的青菜煮的，就代替那个羹汤了，就直接喝这个汤就行。就要不你干大概就几，要不你干大就到嘞，要不你干大就到，吃吃死你。おかしい。ピピピピって出てくる。わ、これやばいな。詰まっとる。辛っ。あ、辛っ。もう、あんま入れたらあかんの。キイちゃん入れたらあかんよ。キイちゃん辛い。そう、キイちゃんいらんって言うとこ。あ、辛っ。だって辛いもん。花粉已经开始在空中蔓延了，所以我的鼻子也塞得不行。一人睡觉的时候就要用嘴呼吸，不能用鼻子呼吸。我髪型留起来って決めたのに。ケイちゃん一口食べるよ。食べるよ食べ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どうぞ。おいしい。辛。どれぐらい入れた？ちょっと。ピピピピって。嗯，好吃。でも涼ちゃん入れすぎる、多分それ。嗯。我老婆炒肉炒的还不错，肉炒的时间长，稍微焦焦的。我喜欢这种肉。这一点肉。哪个？叫做スパゲッティ。嗯。你说キイちゃん専用やな。じゃ。三。我快进去了。约好的。饺子，我家孩子也开始挑食了，不吃豆腐。哎，我老婆，给爸爸吃。哎。啊？嗯？有啥？嗯，巧克力，咖喱。喜欢吗？美味しい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家孩子反而给我上中文课。这个是他这个，这是我家孩子从小的时候，从刚开始不会还不会说话的时候，你就是问他好吃吗？他是为了给你表示好吃，就这，就做到这个动作就是表示好吃，所以把手放在这儿就表示好吃。好了，我的饭也吃完了。我是一个在日本10年的小伙，想了解日本真实的生活，请关注我。好了，谁还说我家孩子乖？是不是很乖？趴在沙发上唱着歌，很乖啊。我的饭也吃完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